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RN 与 LM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张英才的演艺人生。今日仍然都是会同大家分享张英才演出过的电影。1965年就有七个胭脂妇，张英才就饰演林明，同剧的就有夏平、文兰、麦基，然之后就三喜奇缘，张英才就饰演张一鸣，同剧的有林凤、李香琴、麦基，跟住是女人第一，张英才饰演朱维德，同剧有罗艳卿、李香琴，跟住是化身情人，张英才饰演毕嘉诚，同剧的有蓝红、李香琴、郑君绵、余明，跟住就是出嫁从妻，张英才就饰演林明，同剧的有吴君丽、李凤声，跟住就是血字第一号，张英才就饰演方土，同剧的有吴君丽、林娇、湾海山，跟住就是血染蝴蝶山，张英才啦就饰演丁一龙同埋丁耀辉，同剧合演吴君丽、邓碧云、林凤，跟住就是血债血偿，张英才饰演刘少虎，同剧的有蓝红、黄万妮，跟住就是你情我愿，张英才饰演沙达明，同剧的有蓝红、麦基，跟住是巫山梦断相思泪，张英才饰演金崇基，同剧的有丁莹、朱刚、林斌，跟住是瘦身姑爷，张英才饰演许君杰，同剧的有蓝红、麦基，跟住就是拉车少爷，张英才饰演杨伟才，同剧的有林凤、梁醒波，跟住就是帝姜曾洪纪，张英才饰演无名氏，同剧的有于素秋、林娇，跟住就是相思湾之恋，咁同剧的有吴楚凡、林凤、梁醒波、黄万里，跟住就是追凶记，张英才饰演朱伟敏，同剧的有丁莹、张仪，跟住就是情长意更长，张英才就饰演高志峰，同剧有吴君礼，跟住是无敌天书同埋《无敌天书》大结局，咁张英才就饰演沈嘉琪，同剧嘅有于素秋、陈宝珠，跟住就系《乡下妹出醒》，张英才就做张保罗，同剧有邓碧云、丁浩，跟住系《黑寡妇》。张英才做黎仲华，同剧有蓝红、李香琴、麦基，跟住傻大姐当兵，张英才做李玉敏，同剧有邓碧云、梅恩、余明，跟住就是电梯女郎，张英才饰演林全山，
同劇嘅有藍紅、麥基，跟住閨房趣史，張英才飾劉志平，同劇嘅有丁瑩、譚蘭卿，跟住標準丈夫，張英才做趙忠耀，同劇嘅有林鳳、李香琴、鄭君綿。跟住點心皇后，張英才做張東荃，同劇嘅有丁瑩、麥基、林斌。跟住就係蕭星、鎮武林嘅上集同埋下集，張英才就做上官琪，同劇嘅有于素秋、陳寶珠、石堅。跟住就係麗娘尋夫記，同劇有吳君麗。跟住就係鐵金剛、海空尋寶，張英才就做情緣，同劇有藍紅、林娇、石堅。跟住就係鐵劍朱痕嘅上集同埋下集大結局，張英才就做傅天倫，同劇演出蕭芳芳、陳寶珠、譚善紅、樂公。好，跟住就係1966年嘅演出啦。1966年啦，就有701烏龍女偵探，張英才就做趙剛，同劇有鄧碧雲、余明。跟住係中原奇俠，張英才做萬里雲，跟住有于素秋、李紅、石堅、李鵬飛。火龍神珠，張英才做朱劍英，一起演出的有于素秋、蕭芳芳、石堅。跟住有車階級，合演的有夏平、梁醒波。跟住就是百步迷中獎和百步迷中獎的下集大結局，張英才就做殷天琪，同劇的有歐家慧、蕭芳芳、李鳳聲。跟住就係兩個冤家表錯情，張英才做靈光。此外仲有吳君麗、麥基、梁醒波。跟住就係兩湖十八鏢同埋兩湖十八鏢嘅下集，張英才就做陳青雲，同劇嘅有林鳳、樂公。跟住係金指環，張英才做李劍青，同劇演出林鳳、林娇。黑蝙蝠金蝙蝠，張英才就做黃偉強，同劇嘅有蕭芳芳、吳千峰、石堅。跟住就係金蝙蝠尋寶復仇，張英才咧就係黃偉強，同劇演出蕭芳芳、吳千峰、石堅。跟住就係金羅漢三氣鐵觀音，咁張英才就做粉面金剛。咁此外仲有于素秋、林鳳、林娇。跟住是狼心何太忍，张英才做吴天恩，另外还有蓝红、李香琴。跟住是飞贼含笑火，张英才就做朱日强，另外还有嘉玲、李鹏飞。跟住係神秘的血案，張英才做許家輝，
另外仲有南红、李香琴，跟住系婚姻大事，咁就有张英才就做杨醒飞。咁此外仲有南红、文爱兰、郑君绵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张英才的演艺人生，暂时又分享到呢度。多谢大家收睇，咁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嘅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我哋下一条片继续同大家分享张英才嘅演艺人生。好，拜拜。